等会儿人啊，不着急。不卡了吧？现在好了吧？好，啊，咱简单说啊，到十一点咱就收摊。深圳建业，啊，不是，河南建业，我认为能保级，啊，我认为能保级。主要原因就今天我一看呢，他这541玩的不错，而巴索哥什么的能力、义务啊都挺强的，啊，防守呢也有进步啊。恒大虽然说赢了，但是恒大两个进球，你看一个是送的点球，一个是呢2-1啊稀里糊涂。所以呢，这个建业呢，提早的有心理准备了，啊，要投入到这个保级大战当中了。他不像有的队现在争四，争来争去争去呢，他也邦当一下也会掉下来，他不可能六个队都能进前四，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掉下来之后，心里一慌，还不如像河南建业这样、天津泰达这样踏踏实实早点就早死早脱生啊，就这个意思。啊，深圳和山东，我说山东该赢了，那你说这四场不胜了，所以呢，这山东也就赢了啊。山东这个赢了还是及时雨吧。申花跟苏宁，我现在觉得申花这场球踢的真的可以。这波这个本土球员呢，他想证明自己，因为呢以前都是外援，这回呢踢着踢着外援就剩一个了，就剩这个姆比亚了，是吧？后来又上了一个什么飞马，啊，飞马我感觉好像跟这个这。飞马刚来还没飞起来呢，对吧？我真正的感到遗憾的就是江苏苏宁，江苏苏宁，你说又是国脚前国脚，啊，又是这个三个外援啊，而且后场也有，前场也有，这球踢的吧，真的，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原来觉得这个什么什么奥拉油什么什么油啊，还行，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今天一。买了瓜子儿，谈的明天 B 组比赛。我今天我这么一看，这个江苏苏宁易购啊，真的就是瞎芝麻踢。反正就因为什么，你看这个队有整体打法吗？有整体进攻吗？咱们讲说，你这两个边后卫连传中都没有，对吧？右后卫是一个阿卜杜什么海米提，左边是个周云，本来就周云都属于能拼，但是真没什么技术，真的真没什么技术。所以他这个队呢，就只能是就往前打，然后就看这个桑蒂尼啊、特谢拉呀、这个埃德尔啊，加上无锡这四个能不能干点事儿。但你说你要不然你就防守反击，还非得压出去，压出去呢又没有边后卫助攻，对吧？就往中路干凿，人家申花呢也是把这个中路给一战死，所以这真的。我是觉得这个苏宁以他完全他以前说有多少场不败，我觉得那是你有这么多好的外援，但是一旦对方说跟你拼起来了，或者是一旦对方这么一回收了，一点招都没有，一点招都没有啊！真的，我以前觉得苏宁还真是个强队，我还觉得以前都是精神缺失，现在我今天认认真真的看了一场苏宁的比赛。我真觉得这教练没什么东西，真没什么东西。你回头统计一下，周云有几次传中，阿卜杜海米提有几次传中，没有传中就证明了他边路边后卫助攻是零，对吧？边后卫是零，这个队呢还没什么边前卫，还弄一4-3-3，埃德尔什么什么桑蒂尼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特谢拉什么无锡田农农。田一农他就是一个防守的，他会长传吗？他会分球吗？啊，旁边再弄一个什么罗静上去干嘛呀？他到底你用他用什么呀？对吧？无锡也瞎冲，无锡这风格跟这个三个外援也不搭啊，所以呢这个整个队整体就田农农啊，对，田农农一直播怎么找到徐亮？我哪知道，是吧？所以我认为这个苏宁这个队，一把好牌，但这个教练真的
我真觉得没什么东西啊，我真觉得他没什么东西。就是在我看来，你一个进攻，你说你有桑蒂尼，你得打高点吧，对吗？你有特谢拉得打反击啊，对不对？他是反击，没人传球，阵地进攻没人传中，你说这种队怎么踢？怎么踢？啊？怎么踢？是吧？所以就不聊了。申花今天就一个外援能干成这样，真的不错，而且反击打得也不错。而且这个韩国这老教头啊，有点东西，让这个艾迪啊全场跟着，大部分时间全场跟着特谢拉跑。这种战术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但人韩国人反正也想得挺明白的，对吧？最后上个毕金号什么，你至少知道意图是什么，好吧？当然这个不重要啊，这过去就过去了。我今天呢凌晨呢解说了尤文图斯的比赛对桑普多利亚，这场比赛我自己认为是我在对比赛的阅读认识，对教练的排兵布阵的揣摩，以及对一个队伍整体表现的，包括场上重点球员的这个表现的评论是最高水平。我自己认为啊，我自己的最高水平，真的。因为皮尔洛是一个新教练，他来了之后带着尤文图斯打第一场意甲，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也很认真，我认真的去看这个比赛，去解读，不论是从皮尔洛他首发阵容的选择啊，还是他阵型的部署，包括啊 C 罗旁边的这个什么库斯基啊，包括美国的那个什么麦肯尼啊，包括拉姆塞的作用。我是踢了20分钟左右吧，我就说拉姆塞实际上是这个皮尔洛真正用活的一点。拉姆塞在萨里手下是一个可用可不用的人，对吗？那么皮尔洛到来之后，首先啊变成3.5后卫，就是三中卫，但是呢哎打到这个左边呢，这个哎左后卫落下来变成四后卫，对吧？然后右边的翼卫啊夸德拉多奔并进去，变成一个右边前卫啊，这是3.5，它不是五后卫，也不是纯四后卫，也不是纯三后卫，是3.5后卫啊，这个不错。另外一个呢，他皮亚尼奇走了，他竖了拉比奥昨天整个踢的还真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启用了麦肯尼，把这个阿图尔啊放在替补席上，本坦库尔那时候是这个后期萨里非常仰仗的队员，也放在替补席上啊。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拉姆塞呢是防守的时候呢落回来到左边前卫，进攻的时候呢直接顶到前腰啊。然后呢是 C 罗加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库斯基，整个这个进攻非常有弹性，非常有弹性啊。C 罗呢踢着非常舒服，全队16脚射门， C 罗一个人完成了10脚啊，并且4次打正啊，还有没打正的其实打偏的也有进球的机会，所以 C 罗踢得非常 comfortable， 非常 comfortable， 就是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也不显得他形单影只，因为他身边有一个库斯基，然后呢前后左右围着这个拉姆塞，对不对？然后这个队友呢也在不断的给他制造这种机会，所以他呢显示了一个射手的一个作用啊。虽然说进球可能来的晚了一些，但是呢应该说呢 C 罗比以前踢得更如鱼得水啊，以前踢的其实比较生涩啊，所以皮尔洛呢就是在进攻方面，皮尔洛应该说调教的非常好啊，推进速度也在加快啊，然后呢组织传控啊也是行云流水，是吧？进攻方式方法多元多样，长短结合，边中结合啊，然后是这个快慢结合。但是啊，我今天解说的时候我说了，我说这个队呢进攻现在可以，但是防守真的就是在中后场的
这种过于繁琐的传控，我认为将来有一天会让尤文吃苦头。很简单，尤文对桑普多利亚，桑普多利亚是一个升班是个苦苦保级的球队，你对这样的队伍被对方射了14脚门，那么请问你对桑普多利亚你被对方射了14脚门，你对拜仁慕尼黑你会被对方射多少脚门，你对那不勒斯，你对罗马，你对国米。所以呢，皮尔洛他反其道而行之啊，他先解决的是一个进攻的问题，让 C 罗舒服，但是他的防守怎么解决，这个尤其是中后场丢球，如果尤文图斯的球迷啊，尤文图斯的球迷可以今天回看一下这个比赛，你就统计一个数据，就是在本方半场尤文图斯丢失球权的数字将会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桑普多利亚本来都有机会扳平啊，都有机会扳平啊，啊，有几次反击断球之后的反击相当犀利啊！你说对强队会不会他这样的？对，你这个问题说的也对，就是对强队的时候皮尔洛会不会改变？哎，如果对强队皮尔洛改变了，那另当别论。我现在说的是这种打法，因为也有的教练会坚持这种打法，比如说有的教练遇到曼城，我该攻还是攻。但是孔蒂遇到曼城，我就死守，哪怕我最后0-1输了，我也比0-4好。这是两种哲学，我现在弄不清楚皮尔洛是哪个。那么你告诉我，你觉得皮尔洛更像是哪种？他会坚持他的一个理念，还是说我见人下菜碟？我怎么感觉？我总感觉好像皮尔洛会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这个打法。因为在他看来，他觉得这可能不是问题，或者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皮尔洛真的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强队的话，真的有可能这尤文图斯会遭遇某一次的惨败，会的啊。这就是，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教练刚一来说咱们就玩命练防守，那么你想 C 罗如果孤单的给扔到前场没有支援，那么 C 罗会不高兴。所以呢，为什么说这场比赛结束了，大家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的照片，皮尔洛跟 C 罗两个人其乐融融啊，相视而笑啊，皮尔洛望着 C 罗的那种眼神啊，那真是说望着自己的亲兄弟是吧，情人啊，妈妈爸爸这个感觉。所以呢，我认为呢，皮尔洛还是先解决一个让 C 罗在这里边感到舒适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只能是在进攻方面做点文章。刚好桑普多利亚呢又是一个弱队，对吧，又是一个弱队，所以呢皮尔洛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我们姑且就觉得是可以的啊。我看这个黄健翔给打出了90分，但我个人觉得现在打任何分数都可能不是切实的，因为你很难说这个未来尤文图斯的打法是什么样。因为从目前来看，比如说迪巴拉回来他踢什么位置呢？你说踢拉姆塞的位置，可是拉姆塞这场比赛踢得很好啊，这独造了两个球啊。然后你说那踢库斯基的位置，那么就是C 罗和迪巴拉顶在锋线上是吧，那么库斯基可能作为一个替补或作为一个这个角色球员对吧，那也可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比如说德利赫特啊，德利赫特回来了，那就是可能他顶替达尼洛是不是，然后呢桑德罗回来了，他顶替这个昨天那个左边那个翼位啊，左边那个翼位下半场光光冲了一趟，后来呢这个就是后来下半场下场了啊。莫拉塔要来是吗？莫拉塔要来，那肯定是莫拉塔将会作为这个类似于怎么说呢，本泽马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啊，让这个 C 罗呢有更多的空间啊，他去吸引更多的火力。那迪巴拉呢？
迪巴拉怎么踢呢？如果是这个阵型，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我也不好判断，就是皮尔洛到底会不会坚持首场比赛的这个阵型，这个打法，未来他的执教风格是随机应变，还是这个坚持自己啊，咬定青山不放松。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至少现在 C 罗啊和这个皮尔洛是在蜜月期，啊，两个人呢应该说通过这个第一轮的比赛啊，能够显现出来。C 罗呢虽然说进球可能这个费点劲，但是他有总有机会啊，他十脚射门的，啊，全队十六脚，他十脚射门，啊，就说明呢这个点呢已经打出来了啊。而且 C 罗昨天呢，整体的这个发挥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不像有的比赛啊 ，C 罗一场比赛认就是有球也没多长时间，但是可能能帮忙进俩就完了。但你一回忆起来，整场比赛 C 罗好像什么都没干，但是这场比赛呢 ，C 罗还是干了不少事儿啊，出击啊，接应啊，啊，然后其中这个他有一个球，是拉姆塞一个倒三角，他那个跑位我给截下来了，啊，一般人不会截的，一般人都看球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 C 罗的跑位，啊 ，C 罗一个半弧线的一个跑位，啊，想不想看？如果想看的话，我现在就发这个微博，你们看一眼，好吗？然后你说，哎呦，我怎么看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呢？你们看不看？不看就换了，就算了吧。反正还有25分钟啊，咱完事儿咱就完。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其实在青训圈里边最大的新闻呢还是这个足协和教育部联合发的这个文件，因为它已经登陆了国务院政府的网站，应该说呢这次力度是空前的。这个背景呢是什么呢？其实国家的其他的项目啊，冰雪项目啊，田径啊，都已经开始体教结合了啊，那么足协实际上呢是落后于其他项目了。而且这件事儿，我相信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部委级的动议，因为以前我们听到的都是足协啊和教育部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足协认为呢，我们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们拨乱反正了，我们将要大搞青训了，我们将来要成为中国足球未来腾飞的引领者。教育部呢认为呢，你们搞了这么多年呢也没搞出个什么玩意儿来，现在呢这么多2亿中小学生在我们手上，那我们得把这个足球给搞好，对不对？谁搞好了谁有功啊，那这事儿按说呢这事儿也没什么错，没什么错呀，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它正好呢就是青训呢它就是既首先是青，对吧，然后是训，首先它是孩子是学生，对不对，是青少年，然后才是训练竞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教育部和足协之间的这个交集是必然的啊，就教育和足球是交集是必然的，以前呢更多的是割裂的啊，割裂的自己玩自己的，是吧，足协的看不起校园足球啊，校园足球自己弄吧也弄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有多高的水准，对吧，且最多就是一个普及。那么现在呢可能教育部认为啊，我们不仅能够做普及，我们还能做提高，对不对？这一下呢就给足协弄的吧有点二乎，足协说万一你有一天你真弄好了，我们足协我们正差都没弄完啊，就好比说呢有一天说有人一个记者没证完自己弄一个球队，完了弄的如果万一弄好了，那我们这些有证的我们这些专业的我们脸放哪儿啊，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是必然会有矛盾，但是现在呢看起来大势所趋，大势所趋，体教结合大势所趋。本来中国就没什么文化啊，文化水平就比较低，尤其是中国体育界文化水平比较低啊，你甭管你拿着 C 证 B 证 A 证，
但是你从文化的角度，我不是说知识啊，可能你也有硕士这个毕业证，但是我只是说文化角度来讲，对吧？这个是首先的一个圈子文化，这个圈子你说喝酒的多，对不对？喝酒的多呀，然后呢就是整天呢就是不务正业的多啊，认真研究的就是溜须拍马的拉帮结派的多，这都是这个青训这个圈子，真的。你看哪个俱乐部青训总监换一个人之后，帮帮帮，全是自己人，都从外地都给调过来了，是不是？就是建立自己的秩序，然后呢，就是开始呢，就是相互之间使团，是吧？助理教练和主教练之间，对吧？然后07梯队跟09梯队之间，对吧？完了谁又怎么着了？全是这个，啊，全是这个。所以呢，校园呢可能相对来讲单纯一点，但是也不是说那么回事儿。反正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那个发这个文呢，看着还是挺让人怎么说呢，挺让人振奋的啊，挺让人振奋的。总的来讲呢，它其实就是要打破边界啊，打破边界呀。以前呢就是校园只能是玩自己校园的啊，职业的呢玩自己职业的啊，但是呢校园呢其实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文化优势，对吧？但是呢这个足协这边呢这个青训体系呢也有它的这个专业优势，两者之间呢如果真的是可以这个融合啊，其实青训它一个是文化，但是文化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英国这个英国人开始踢球的时候，咱们的上辈子可还在梳辫子呢，对吧？咱们的姥姥的姥姥还在裹脚呢。所以呢这就是人家的文化啊，这就是文化。所以文化的建立呢是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人才的出现它有可能就是5-6年的事儿就能出人才。所以无论是足协还是教育部，归根结底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近期吧，目的就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引导人才，真正的能够出人才。你这个人才不论是足协系统出的还是教育系统出的，你最终能够代表国少、国青、国奥，是不是啊？然后这个 U23， 然后这个国家队，最终呢能够让成绩上去，归根还是得成绩。你没这个成绩，你搞了半天你不也扯吗？不是说急功近利，有人说那你太急功近利了，谁不急功近利啊？法国人也曾经世界杯输了之后急了，政府行为开始改革，对吗？他就不顾成绩，他为什么要改革呢？他改革是为了什么呢？不也就是为成绩吗？是不是？所以要成绩不是错误，但是你为了要成绩你弄虚作假，这是错误。你为了要成绩你拔苗助长，这是错误。你为了要成绩你忽略科学的科学的理念和发展观，这是错误。而不是说要成绩是错误，要成绩不是错误，对吧？只是你要的成绩，就像一个人希望有钱不是错误，但是你努力干活挣钱还是说你创业挣钱，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坑蒙拐骗那是错误，对不对？如果你这个烧杀掠夺那是错误，但你本身想要挣钱不是错误啊。很多人就羞于谈成绩，说好像青少年谁一谈成绩就好像就是大逆不道，他怎么在这竞技体育你不谈成绩，你在这干嘛呢？对不对？你花那么多功夫干嘛呢？所以咱们呢来看一看这个文件啊，我简单分析一下，还有10来分钟。鼓励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效全面建立起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球类运动项目，鼓励中学建立足球、篮球、排球代表队啊，这个是一个大的方案，就是它这里面最关键词其实就是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它就不是原来的说班班有球队，年级有球队，是吧？那个年级有球队班班有球队，那能是高水平球队吗？不可能。高水平球队通过什么来建立呢？高质量的人才，对吧？高规格的训练啊，然后高质量的教学，包括这个啊周边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你才能是高水平的球队。所谓高水平球队就是这一个县有这么一所，那就是他老大；这一个州有这么一所、两所，就是他老大。啊，高水平。但是那个高水平呢，他不可能从普通生里出，他一定得是特长生。
对吧？你高校我就没听说过，你是人大，你还是这个什么北航啊，还是说北理工？说你在普通生里边你建立一个球队，完了你就能打高校的超级组了，那不扯吗？他肯定得去找，有这个专业经历的，对不对？有的是一级健将或者一级，是吧？那么这个免试就进来，有的呢是65%啊，二本线的65%，然后就进来。这个各个大学都有，但不是都有啊。像北京呢，它有8所学校有这个高尔平行队，啊，像这个，像这个叫什么，清华北大呀，这都有吧。然后北航啊，然后这个农大呀，啊，人大呀，啊，这都是。这个所谓的高水平运动队，啊，高水平运动队，啊，然后呢，像有一些基层的，比方北科大，然后什么矿大，啊，这个呢，地质大学，啊，这就是没有高水平运动队。乌尔肯别克原来是北科大，一个北科大，一个地质大学的，他俩就是普通生，他俩是普通生，然后代表校队，但是他打不了超级组，他只能打校园组，啊，打校园组。所以现在呢，就是明确了，第一呢，就鼓励建设高水平运动队。这个在高校，然后呢鼓励呢中学建立足球篮球排球代表队，你看这是区别，他没有大张旗鼓说中学也要建立高水平运动队，他没有，他只是说这个大学要高水平运动队啊，中学呢那意思呢就是反正你得有啊。第二，在体育高等院校建立足球篮球排球学院，探索在专科本科层次上独立设置的足球篮球排球学院啊，这个学院啊，这个学院的概念呢，就是说，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就是比方说你这个北京体育大学足球学院，啊，就相当于系吧，就相当于这个系吧，啊，就类似吧，就是在体育高等院校，体育高等院，比方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啊、北京体育大学啊、首都体育学院等等，首都体育大学，啊，这个呢就是。就是说鼓励呢要专门了，就是专门的要建立啊这种足球篮球排球啊三大球嘛。这个三大球啊实际上是体现着你是不是体育的这个强国，因为三大球影响力在这儿，它也显示了一个它更容易显示一个民族的精神，对吧？或者是一个民族的风格。但你说我这一个人我玩击剑的啊，我玩乒乓球的，能不能显示民族风格呢？射击的也可以，但是呢显然没有这种团队的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呢更能够啊这个博得这个世人的关注。你比方说阿根廷奥运会拿不了几个金牌，但有可能他有时候给你来个篮球啊，给你来个排球啊，他给你玩几块这个非常有含金量的金牌或者奖牌啊。所以中国是体育大国，但中国不是体育强国，不是体育强国的最归根结底不是说因为金牌得的，而是因为你三大球上不去啊，你三大球上不去。三大球呢，它这种团队的球类的项目，它实际上是展示着一个社会一个文化啊，然后某种精神风貌啊。至于说你单项的项目，那你出个天才就行了，你这个天才在哪儿待着都是冠军啊，都是冠军。第三一个是教育体育部门整合学校比赛、U 系列比赛等青少年体育赛事，这一点呢，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突破，因为以前呢，所谓 U 系列赛事全归足协，教育部门也烦一种什么现象呢？你比方说他本身呢，他打 U 系列，但是他学籍呢在一个学校，所以他又打这个青超啊，足协的这种所谓最高水平的全国的 U 系列联赛。然后等学校一有比赛呢，奔又回来再代表学校打，教育部就烦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等于说你都天天都职业训练，你都不上学了，完了你回来你老揍我们这些普通生，那不往死里揍吗？所以呢教育部当时说了，你只要踢了青超的你就不能踢校园比赛啊。然后呢校园的呢，你足协说了，你要不注册你也踢不了青超，可一注册呢就牵扯到学籍啊、户口啊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哥俩老打架就在于这儿啊。但是这次呢要整合学校比赛和U系列比赛，就两个赛制得整合一下，然后呢建立分学段
跨区域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这个赛事体系是我们真的非常缺乏的。按说呢，中国呢确实第一太大了，你像西班牙、德国，那说句老实话，也跟咱一个省差不多大。那你说那就像省长杯一样，那就踢着踢呗，在一个地方完了还分好多地方。咱们这个你说这个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对吧？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大物博，东西长多少，南北长多少，完了你说从最东边飞到海南岛，你说从哈尔滨飞到海南岛得恨不得得4-5个小时，是吧？这个呢其实已经是非常远的距离了啊，更何况你要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啊，你再飞到这个阿勒泰地区，快到乌兹别克斯坦了，所以这个呢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它出行成本太大啊，出行成本太大啊，你要高铁1-2个小时这事儿好办啊，但是你要说是非得坐飞机，你坐飞机坐两个小时，意味着你得前后得花5个小时，对吧？你出家门，然后你得打车或者坐车到机场等1个多小时，再下飞机再去在哪地儿，出行成本太大。它不像国外高速公路开着车呜就开了，国外像德甲或者是英超，它很多的比赛都不是说坐飞机了，对吧？就直接坐大巴就去了，1个多小时啊，它遍地都是球队嘛，啊。然后呢要建立一个赛事体系啊，这个赛事体系很重要，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比赛，周末组织校际比赛，假期组织跨区性和全国性比赛。对，这个周末呢，我就是你比方像我们上个周末，那就说爱踢客啊，然后这个踢球者，这都是到了基地，然后呢三个队伍打一个这个六轮的一个小循环啊，这个踢的挺有意思的啊，未来就是愿景吧，就是这样啊，形成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赛事啊，很重要。你看我们上周呢，不仅是像人大附中来了啊，和我们初一和6年级的一块踢了，然后呢社会俱乐部呢爱踢客来了，然后这个踢球者来了啊，涵盖的呢是07、08、09、10啊和11的这么多的孩子啊，就上周出现在了这个基地，就说明这个我们民间的这种自发的约球，但是呢已经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啊。由于现在特殊的原因呢，家长不能进来，但是在山头上啊都是这个围观的家长，这个气氛有点像日本了啊，有点像日本了。所以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真正有一个更好的一点的基地，然后呢我们周末呢就像日本一样啊，一踢踢一天啊，带着个便当，然后家长带着遮阳伞，带着小马扎，带着这个铺的那个地下那个野餐的那个垫子啊，然后就这一天就过去了，享受这种有足球的生活，这种东西我感觉啊，不敢说全国范围内会怎么样，但是只要有志同道合的啊，那么我觉得这件事呢并不难。你比如说啊，京津冀地区，是不是？咱不敢说每周都是这样，但一个月比方找一周末，河北华夏幸福，对吧？天津泰达，北京人和，北京国安，啊，如果说山东鲁能愿意来，是吧？也可以，对吧？潍坊远点，是吧？但是你就这几个队，啊，加上你说足球小将也好，还是说是北京优秀的这个其他的俱乐部也好，这就是8个队、10个队是可能的呀，对不对？然后啪有一个冠个名，京津冀杯，是吧？然后踢2天，踢完了，是可以的。啊，这个你说这自发也可以，你要说是足协有组织或者教育部有组织也行，但是一般来讲呢，这种事情只能是民间。我认为要充分的发挥民间的作用，因为什么呢？因为教育吧，它对于这个赛事组织它并不在行，足协呢本身呢又对这种低龄的这种赛事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人手也不够，他一到周末他都得是中超、中甲、中乙。对吧？女足的什么是这那个的，或者 U 系列的，他对于这个，你比方说11岁、12岁、10岁、7岁、8岁，他顾不过来。他不是说他不想顾，他也顾不过来，他也不愿意沾这事儿，啊。但是呢，我认为呢，用民间的力量啊，然后把它搞好。所以呢，中国足球界真的需要团结，真的需要团结。大家谁也不服谁，这个埋在心里，用脚说话，但是不能不团结。对吧？你不能说你那么过来跟我们踢着比赛的，
完了之后回去之后发朋友圈还在这损我们，这就特别没意思了。你说干这活有什么意思，对吧？都大老爷们儿，对吧？你有什么不行咱就当面说，对不对？你有什么意见说我们不行，我们这不行，我们还赢你们，你们行，完了他妈还他妈这样，你说我都不好意思，我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对吧？但是我认为还是得这个得相互之间呢得尊重，相互之间呢得成为朋友。你把艾迪克我没来摆对杯，我看艾迪克一堆教练光在外面喊，是吧？看上去好像跟这个清华附中上帝小学是个敌对势力，其实在我心里边都是挺好的俱乐部。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北京说我儿子想学球，你给我推荐个俱乐部。我第一我说艾迪克可以，第二优贝可以。这哥们就去艾迪克报名去了，啊，还给打了92折，对吧？你想想，就是我在我心里边，你要说我真是把你当敌人，我还给你拉声援，我不扯淡的吗？我连提你我都不提你，对不对？所以这都是朋友，我认为。啊，只是说足球小将呢，无形当中呢成了靶子。这个成了靶子呢，我认为呢，可能有人认为呢是我的原因，因为我说话可能，比较刺激人吧。其实我实际上我在某种程度，我实话跟你讲，我要不高调，我已经被拍死了。你们自己想一想，北京市的，你现在在这听我直播的，无论你是北京市足协的官员，你还是北京的业余俱乐部的老板，你还是学校体育的什么教研室主任，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中国足球小将没有我这样一个旗帜在这戳着，在这高调的往上冲，我们已经被你们弄死了，我们已经被你们弄死了，就足球小将根本不可能长成今天这么大，对吧？直接就给阉割了，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跟你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是得扛着生存，我们是活与活的问题。你们都能活着，你们只是一个活得好与不好的问题，而足球小将面临的是生死的问题。所以在生死问题面前呢，我们必须活了干死了算，对吧？而你们呢，你说你要么你学校的体育老师你有劳保，对吧？要么你是俱乐部的什么一个官员，你享受着什么，对不对？要不你是足协的什么官员，你这周围的人都光你叫大哥，或者你这本身就你这个就有权力就有资源，我们有什么呢，对不对？但是直到今日，对吧？我也希望呢，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交流，啊，有多少个孩子，你问问这个家长，有多少个孩子不认识我，啊，来到了是要么加我微信，要么是通过谁。这个球探，要么呢就是这个给我一个私信，要么就是直接领孩子到了球场，跟我一说，我就让他参加小将的训练。这个没有50个也得有20个人，就这些年，没有50个人也得有20个人。就前两天我在抖音上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我是哪哪学校校队的09的，啊，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能参加小将试训，我马上发给志鹏，我说你联系他。你要觉得这孩子可，我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第一，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踢得好与不好，但是他如此向往，他的父母他的家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机会呢？对不对？为什么万一他是一个很好的苗子呢？对不对？那么我们的队伍不就更强大了吗？因为人家主动要来的，即使他不是达不到小将的标准，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这个孩子是不是好事？是好事。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我们无非就是请这个孩子来，然后免费的球场你不用交钱，教练你不用交钱，然后这些队友跟你一块儿啊，你踢一踢，感受一下，这个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我就想问一问，全中国哪个高水平的俱乐部，哪个职业俱乐部能允许这种方式？一个私信，第二天就能来。或者是直接把孩子领到球场上，然后换上鞋直接就上了，就给小将来踢了。是不是在足球小将就算这我们所做的这个并没有高高在上吧，我们并没有说什么老子天下第一吧，相反到你们俱乐部你会让吗？你说免费试课，最多你就说一个免费试课，对吧？试两堂课你还让他试吗？你不会让他试了，但我可以让他在这练2周，你能吗？你不能，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挣钱，对吗？你得挣钱。但我们不是为了挣钱的，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啊，没有弹幕，说起来不是很有劲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假期组织跨区域及全国性的比赛。中国足球小将过去三年呢办了很多的比赛，总体来讲呢还是赢得了口碑啊，还是赢得了口碑。我们也希望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的朋友们，我们更多的把比赛呢都做起来。我的一个愿景说，除了说五七六年以后有几个小将能进国少国青，我还有一个愿景，就是三五年以后这一个周末以足球小将名义办的比赛在全国有一百个，就这个周末有100个地方在办小将的比赛，这是我另外一个梦想啊。就100个有点多了，50吧，就先说50吧，比方哈尔滨、沈阳、鞍山啊，那个呼和浩特、二连浩特、大连、山西，不是太原啊，唐山、邯郸、保定啊，石家庄是吧，然后这个西安，然后咸阳啊，然后乌鲁木齐、喀什是吧，然后上海是吧，宁波啊，然后合肥是吧，然后青岛啊，然后济南、聊城是吧，然后这个长沙啊，湘潭啊，襄樊啊，然后这个南京啊，连云港啊，然后这个徐州是吧，然后广州、佛山、湛江啊，汕尾啊，北海啊，然后昆明啊，香格里拉啊，然后海口啊，三亚，然后那个就是这漳州啊，福建然后完了，拉萨啊，反正有50个城市办着中国足球小将冠军杯，这是我希望的。我们25号呢，将会和河北的邯郸啊一个机构呢来签约，啊，相当于呢我们正式对社会的这个邯郸的中国足球小将基地将会跟大家来见面啊。未来呢，我们将会在邯郸呢来通过场地的运营。啊，通过这个足球的合作啊，比赛的赛事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啊。前两天呢，南京的一个地产项目也到了基地找我们啊，他篮球找姚明的经纪人合作，足球想找足球小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呢我们这个一些累积起来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影响力吧，啊，包括我们手上的这些核心的竞争力，都能够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呢，能够扩大它的这个范围吧，好吧。所以这个比赛我们肯定还会办下去的，我们不仅自己办比赛，我们也会参加比赛。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中秋节和11期间吧，中国足球小将呢是08、09、10、09、10、11、12全线出动，啊，杀鸡给给，那全线出动，啊，首先呢是中国足球小将 U9 啊，也就是说11、12的这个 U9红队呢，9月26、27在杭州参加一个叫科勒杯的一个分区赛，啊，这是足球小将 U9正式，以球正式队伍的这个姿态呢，第一次在全国，球迷面前亮相，啊，以前呢也。就是不是那么特正规是吧。然后呢11期间呢，我们将会兵分好几路啊，有一路呢去邯郸啊，11的黄队和12的选拔队，然后有一路呢去潍坊啊，是09啊，加上个别08队员吧，会打这个鲁能杯的 U12， 然后10呢是队员呢是跨级打鲁能杯的 U11。然后呢，我带着几个呢，有可能啊，因为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我会带5到6个队员呢，去这个海南，啊，
去把这个真人秀的最后的魔王赛拍完啊。范志毅、杨晨、李伟峰理论上也应该去啊，理论上也应该去。所以呢我们这也是一种这个利用假期吧，能够把队伍呢拉出去锻炼，好吧。然后呢他这个跟大家跟很多的这个关心体教结合的家长孩子最大的关联的呢，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他说合并全国青运会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改称为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就原来啊这青运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这还两个啊，所以呢由教育部牵头，体育总局配合，组别设置啊，组织实施啊，然后赛制安排等具体事宜由组委会研究决定。就是他把原来啊这两股道都给他合在一起了啊。就以前的广播有广播局，有电视局，后来就广播电视就弄在一起了嘛，对不对？广播电视新媒体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五呢是教育和体育部门为在校学生的运动水平等级认定制定统一标准，共同评定。就以前呢好像就是校园那个等级啊跟这个职业等级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啊，但是现在你说校园里边他理论上觉得你一个校园的学生你上哪评一级去，对吧？但是你要万一校园里边有藏龙卧虎呢，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统一的标准。然后呢这一个证相当于在教育系统认，在足协系统也认，否则的话呢你比方你教育部的什么最佳阵容你说给个什么二级证或者什么的，反正这个不统一，就没有统一度量衡，明白了吗？就你教育部的时候你拿着这一把钱，你到体育部门里边一把石头啊，一把石头相当于没有用啊。然后第六呢是体育部门对青少年各类集训活动开放啊，接纳在校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推动社会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学生开放，促进学校体育运动水平。就是体育部门，就是可能类似于未来这个比方体育局下属的这个训练场地啊，训练基地啊，是吧？他对学生开放。但这个我说句老实话还得看地理位置，对吧？你说离挺远的，十二岁孩子你说去踢场球去还得四五十家长陪着跟着，没车的还得坐公共汽车，所以这个呢归结呢还得社区化啊，对吧？你说现在你一个住通县的说石景山体育场开放了，你说你去吗？你甭说你住通县，你住海淀的石景山开放你都不见得去，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为什么说日本它容易呢？日本就是很多东西都社区化，就这些三个小区就一个球场，那还去哪儿啊？然后教练也比较统一啊，不像咱们这个为了一个什么教练得慕名，得恨不得刮风下雨得骑一小时车就过去看去，人家到处都是啊。所以老说学日本足球你学个毛啊，上哪儿毛呢？你三个小区有一球场你有吗？你三十个小区有一个球场吗？对吧？你别老学这个，你学完了就你最后就学歪了，明白了吗？第七呢，教育部门要完善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相关政策，通过学分制、延长学制、补课等方式，在不停学业的要求下，确保教育质量前提下，为优秀运动员完成毕业创造权益。对，这个就是你比方说附中高三那个毕业的那个原来我们打过百队杯冠军的那个大猴孟月，他就是他考上了上海理工，同时呢又上海上港试训成功，可以签职业合同。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哎，他就会他刚参加了学校的军训，然后现在呢可能从今天去跟学校谈，说能不能够让我们就是比如说暂缓一年，就这一年我现在就练，如果我在那练，我练比方说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我就回来读书，我要是往上走了那我再咱们再说。还有一种就是说能不能让我就是又训练完了又通过自学最后考学分啊，能不能不是非得到学校来点名，是吧？这个再去商量。但这个目前来讲就是体育部门呢，因为他比方说踢队的呢家长会觉得万一我这孩子学习不错，但是我最后我这个我鸡飞蛋打，是吧？但是呢就是体育部门呢要求教育部门说你能不能这孩子学习既然不错，你比如段刘瑜学习不错，近视眼，你看每次戴隐形眼镜上场，然后说他能不能够就通过比方学分制啊，或者说这个补课的方式啊，
就别要求他那么严，但是最后呢他也达到这个水平啊，然后就给他个毕业证，这将来呢你踢球不能踢一辈子呀，将来你可以有一个文凭啊，在社会上去体现其他的价值。第八，就是体育教育部门推进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衔接。你看没有，就相当于就是体育教育部门推进什么，有的国家队就进入高校了，有的国家队就放在高校里了。你比方说曾经清华跳水队其实就跟国家队有点类似，对吧？就当年伏明霞那个，伏明霞当时就在清华。因为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南方跟伏明霞搞对象，南方是国安队的队员，所以南方这边训完练就开车过去到清华去接他女朋友去。因为清华就好多世界冠军都在清华跳水馆游泳馆练，英东游泳馆嘛。所以未来的话呢，就是国家队啊就放在大学里边了，你比方射击队放在武汉了啊，然后这柔道队比方放在这个上海啊，然后拳击队你放在天津啊，足球啊，那么你放在哪儿，然后国少比方放在清华附中是吧，不是国少放在恒大啊，放在恒大啊，所以这个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专项已经开始，冰雪项目或者是放在哪个大学里面，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是在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竞赛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你看就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然后跟这个比方说他是国家队的预备队了，就很多国家队的预备队队员就在这个高校了，那你的体育部门得给你，光靠高校里养不活他们呀，因为又得吃，每天100多，然后又得有医疗保障，按摩室什么力量房这些东西普通学校没有那么高的规格呀，所以这个时候就得有体育部门呢，得往资源得你看就是所谓训练竞赛保障等方面大力支持啊，选拔一定比例的优秀运动员运动队进入省队国家队，尤其代表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比赛任务啊，就说什么呢，说你这个队里边比方说人大附中啊，不是清华附中啊，不是，就是比方说就清华大学田径队啊，4x100米有两个队员在这儿啊，他同时也是国家队的，哎，读书训练，然后啪有国际比赛的时候嘣国家队调走，是这样一个意思。就以往呢这些四个人很都得放在体工大队啊，在这个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四块玉那儿是吧，天天的跟这儿练，那现在呢哎可以进大学了啊，但是呢你在大学里边你得确保他的训练，所以你的师资啊，你的训练，你的比赛啊，你的保障都得跟上，你不跟上你不是放在这里边不是慌了吗，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等于说把劲儿弄一块儿。这就是为什么说一个德国人叫托比，曾经呢是中国足球小将的这个教练，也曾经呢在河北华夏幸福当过教练。那么这个托比在临回国之前啊，跟我呢有一次长谈，其中在谈到中国足球他的印象的时候，他直截了当的说，他这两年三年他认为中国搞足球的人劲儿没有使在一起，这是一个德国人说的，但是他说括号不包括足球小将，他认为我们足球小将教练组包括这个清华的领导也好老师，还是说我们教练组的人员成员，我们的劲儿是使在一起的，他说但是很多地方显示出来的是劲儿没有使在一起，本来就弱啊，本来就弱呀啊，基础就差，但是呢又认为人为的又把他这个力量又分散了，五马分尸啊，死无全尸啊，所以呢教育部和体育部长时间没法融合，你琢磨琢磨，这不就是德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做足球没有把劲儿使在一起吗，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忽略这托比啊，他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感受，他说出了这个问题。那你现在想一想中国的青训界，就是你就说吧，你就说我们身边的真的大家是都使在一起吗，这劲儿是使在一起吗，
你琢磨琢磨，嫉贤独能，对吧？然后相互不服气，相互拆台，啊，然后这造谣重伤，这全是这圈子里的，全是这圈子里的，真的。那助理教练举报主教练，啊，然后主教练举报总监，啊，全都是这样，啊，这个圈子其实，后来我接触了一些人，啊，就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但是当然也有好的啊，我不是说不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呢，越基层的可能相对还好点，到顶层的也是好点，就是中不溜这波，就是中不溜这波，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纯草根。你比方说谢波，他可能是个好教练，包括这个你比方说，什么佛山那个叫那个教练啊，本来开着饭馆的也是个，这都是好教练。为什么？对孩子用心，有情怀。再不就是你像杨晨这样的，啊，亚足联 A 级教练的，陈晓东、程指导这样的，他们呢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反而他不觉得，他还嫉妒谁去？对不对？他去羡慕谁去？他去拆谁台去？他也不是这样的人。恰恰就是这帮中层的，你说他没水平吧，他有点水平，可能有个 B 证 C 证，但你要说有水平吧，也他妈没什么水平，对吧？完了就是这整天就这个这些事儿啊。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全是这个，就这些人。反而他是最他第一，就是你看你底下基层的很多优秀的教练含辛茹苦，你看吴老啊，或者说谢波啊，类似蒋雨龙啊等等，但是再往上走呢，他遇到的就是我比你资历老点，我踢过他妈三年就专业队啊，我踢过五年什么中超啊，或者甲 A 啊，就这些人，这一出来完了。妈，再不就是呢，屁大点儿个官儿，也说不上什么，但是行管啊，行业管理，对吧？要论可能也就是个科级，但是在众人面前，我操，感觉像个皇帝啊！周围的这些指望着他发个证了，指望着他给报个班的这些周围的人呢，就哈着哈咔哈，天天的就这。就各个很多地方的足协官员，就是那个做派，真他妈令人作呕啊！周围围着一帮他妈不学无术的，这些他妈各个什么青训中心的这教练就等着给饭吃的，啊，等着给晋级的，啊，等着给加封官许愿的，就这些人，就这些人，然后这些人还得自己有一圈子，还得排除异己，整天他妈不干正事儿。啊，整天不干正事儿，但这些人呢，还恰恰在这相关的领导岗位上，明白吗？他还可以决定你点什么，哎，你得到我这来拜拜码头，对吧？是吧？你得在我这儿，你得这缩着啊，你不能说你跟你咋还怎么着？所以你就是看吧，就这样。所以他因为他是个行业管理，对吧？他虽然说级别不大，但是他可以管的事儿多呀。对吧？他手上也得有个一年，也得有一个不老少经费，他给你批多少，那他就反正他不贪嘛，他给你批多少就取决于你对我什么态度，对吧？你跟我这哈着，那我就给你多点，对不对？你得围着我大哥大哥叫着，老大老大叫着，就这样，特别傻逼，真的特别傻逼。但这种傻逼呢，就在他居然有市场。居然有市场啊，你说怎么办呢？也没有别的办法，对吧？所以呢，你再好的政策最后往下推，你还得看是什么人在做啊。咱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最不缺的就是这，而且最不缺的就是执行着执行就执行偏了，对吧？本来这个事儿是这样，我最后变成一个新的寻租空间了，对吧？你比方说叫校园可以评等级证了，对吧？那么哪个学校代表去打去，是吧？哪个学校去打清超去？那这个东西可能当地足协可能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那你是吧？所以很多的事情，你这个事儿你就问许家印，他就深有感触。许家印为什么把恒大足校的最后哪个队哪些队员要去西班牙，最后的权利要交给外国人？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没法交给中国人，你们交给中国人就出事儿，所以最后就变成了索性老外可能也可能是混子，但是老外至少他不会坑我，他至少他觉得是这样，至少不会这个吃拿卡要。但事实上呢，很多老外也变坏了，真的，很多老外也变坏了。无论在学校里的老外，还是在职业体系的老外，还是在足协系统的老外，好多老外也变坏了，因为他也明白，他不傻，明白吗？他也不傻，他当他觉得他手里边有点权力，然后突然间又中国人又没法约束他的时候，他也就肆无忌了。就这样，所以归根结底呢，就还得看人。可是人呢，又就最靠不住。最靠不住的是人，但是呢，最能仰仗的也是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矛盾。真的，哥们儿，今天最讲了到这儿，我该结束了。我觉得我最牛逼的一句话就是刚才这句。很多事情，我们最靠不住的是人。但是很多事情要想成，最应该依靠的也是人。你说政策哪儿都有，但最后还是人。所以这个东西，人呢又是最复杂的。你说你很多事情你得去人实施，那么这个实施这个人是什么人？那么实施这个过程你要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去面对，这东西谁都说不清楚。谁都说不清楚。中国青训搞不好两个原因，第一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第二就是人不行，人不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觉得一直，我不是说日本人怎么样，日本人的人性我不说，我只是说人本身在做一件事情的规矩没有，又没文化又没规矩，你觉得这事儿能办好吗？不可能。我们更不消说你有没有信仰。所以中国青训不是球的问题，不是足球的问题，不是说是日本出了个久保建英，韩国出了个孙兴民，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他这个东西，我说也许中国也有孙兴民，也有久保建英，他们没出来也可能不怨别人，就怨他们自己，并不怨别人。有的是好苗子被某一种这个没有文化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给毁了。有的是其实给你提供了很好的氛围，但你自己自我毁灭了。并不是说所有的说中国的孙兴民没出来，或者中国的什么什么久保建英怎么没出现，就是一切你知道都归结为体制，也不完全正确。你能知道他父母是什么人吗？你能知道他的教练是什么人吗？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学不了，学不了。中国足球最难学的是日本，反而越远的越看上去可能越学不了的越还有可能学。但是中国人大多数人，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底下基层人士还是普通球迷，一说就说我们可以学日本，但他忽略了一点，球是人踢的，我们跟日本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他们日本人有可能有恶的东西，对吧？731部队也是日本人，演小电影的也是日本人，对吧？各种变态都日本人，但是他们在做事儿的时候，做事儿的时候相对来讲他规矩，他比较规矩，对吧？我在日本丢的包，包里有护照，有美，有这个日元，但是能够完璧归赵，对吧？我在日本看着地铁里边没有人说话，餐厅里边说话都很小声，见面都打招呼，咱们能做到吗？你说这个东西跟踢球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当然有关系了，他有一个团队协作。他有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尊重，
它有一个公序良俗，对于规矩的敬畏。你足球最后你归来就去，你说多少个兴趣班，一个小时的训练，半个小时在整顿纪律啊，对吗？你咱们都当过这个基层教练，对吧？你看你很多带队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小时训练时间，半个小时在整顿纪律啊？吹个哨，集个合，是不是得他们三分钟才集合呀？这些在日本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所以人家一堂课，人家练一个小时，你练半个小时，你还学日本？你学啥去？人家一个小时干完的事儿，你得干他妈两个小时，你还学呢？学什么呀？所以短时间内中国人解决不了文化的问题，中国人也解决不了秩序和信仰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不了，短时间内都解决不了。所以你现在出台这些政策，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得让有已经浮出水面的孩子，不论他在学校还是在梯队，你都要给他们创造机会，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普及了，把这个东西文化给他撒开了，明年后年大后年就开花结果了，没有用。这些东西我死之前能不能看到都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就是你把优质资源集中在更有可能出来的孩子身上，就所谓精英培养。但是精英培养呢，可能又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妈谁当精英啊，谁选呢，又是个问题，对吧？你想想哦，教育资源这个教育资源投入了，然后资金投入了，场地投入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教育部不可能去选呢，体育总局也不可能去选呢，谁去选这个城市里边15个孩子18个孩子去这个高水平运动队？这个又回到来了，为什么很多在事情在中国看上去简单但做不成，就是因为它是个死循环，它是个死循环。要么没政策瞎胡搞，要么就是有政策搞歪了，因为最后能够实施的还是人，怎么去选，谁去选？你说这个队里边一个城市最多有2-3突出的，对吧？2-3个突出的城市，人知道，这9岁有一个，12岁有一个，13有一个特别厉害，大家都知道。剩下的18个人，选谁不选谁，谁能知道？那就靠什么呢？所以你看，大学现在选高水平运动员，这都是时代没招了，都得数字化。都得是数据，是吧？最后选队员变成了他们田径运动会，明白了吗？因为他们只有数据是可以比较的。你说这哥们球商比他高，怎么比呀？有仪器吗？你给我测出来，他球商260，他360，不可能，没有，只能什么跑，那是真的，是吧？然后这个什么长传10次进几次，对不对？然后带球过杆。咔哒哒过杆，这是25秒，这个23秒6，这个23秒6，最后咔一加起来，1、2、3、4、5、6、7、8、9，啪，炸弹弹封上，往上一放。这个校高校的纪委还是什么监察的，他也不懂足球，他懂什么足球？但是他看成绩，哎呦，这个，哎，这个30米，这4秒7，这个4秒8，那这快。最后就变成了，我操！一帮只要能分清楚快慢多少啊，个高个矮啊，完了大小啊，这样的人就可以当最后评委，就可以当评委。这东西你说好像是啊，那行，反正没办法，对吧？就跟高考是吧？高考也有高分低能的。也有的学习很好，但是考分不高的，反正也进不去嘛。好，我接受了，可以。你以为这事儿就简单了吗？不简单。你比方说，我认识一个孩子，这孩子长传不行，短传还行。然后呢，短跑不行，折返跑可以。那好，这我就想招他。那我就制定，我今天招生的测试项目就是。他擅长，反正测什么都是测，
反正踢足球，你说长的短的，啤的白就跟喝酒一样。你说你们测试这酒量，你说你拿白的去测也可以，拿黄酒测也可以，啤的、红酒、白酒、伏特沃特嘎都可以。那就看你能喝什么。我他妈，我最擅长的还是沃特嘎。那个五粮液呢？五粮液一般。完了，那个青岛啤酒呢？一像啤酒有时候喝多胀肚子。好，这次我们全国酒神排行榜测试的酒用酒是沃特嘎。这哥们儿沃特嘎呜呜呜呜七八杯啊，七八瓶下去了，那边半瓶倒了，冠军。等这个上来呢，到了酒神比赛呢，到他成酒神了，他出来了。但是往外出的时候呢，都没人听，没有沃特嘎的比赛，全他妈啤酒白酒，他就不行了。但是他测试数第一，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呢，就是。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又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能够看到世界上最黑暗的部分，但是我仍然怀揣着内心的向往，啊，就是我怀揣着内心的无限的向往，同时我也知道周围会有阴影笼罩，我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不回避，我也不抱怨，啊，但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只要去做，对吧？你不见得说一定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总是能够体现着你想追求什么，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只因为你决定不了什么。就像很多人喜欢 C 罗，你能决定 C 罗进几个球吗？你决定不了。你喜欢拜仁，你能决定拜仁每场都赢吗？你决定不了。你喜欢申花，你能决定申花永远不降级吗？你决定不了。那在这爱的过程就完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最牛逼的人生，并不是说最后赢得什么，并不是说最后一定要赢得什么，不是，而是你经历了这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兼获了有一些你特别难忘的事、难忘的人，还有那些无限激情的内心的那种冲动和向往，然后还有那些曾经获得的胜利。至于说最终走到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人最终都走向坟墓。所以中国足球最终走向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都决定不了。我们能够决定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显示出了足球的天赋，那么请你作为家长给予他正确的引导。如果你是个基层教练，你遇到了一个、两个、三个、五个不错的孩子，请你给他正确的引导。如果你是一个足协的地方足协的官员，你恰好拥有着一定的权力和资源，请你把这些权力和资源用好，用一颗公心去面对，把它真正的当做你人生价值的体现和你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为这项事业所能够付出的哪怕一点点的努力，并且可能给予他一点点的帮助。如果人人都能这么想，我坚信啊，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是可以充满光明的。我就在想，如果所有的亚足联的就足协的官员都能够像杨晨指导一样，能够真正的说来到基层，然后呢认真的看比赛，还认真的做记录，都能像杨征指导一样，亚足联 A 级教练证，不问任何报酬来用心的来带这个孩子们，都能像徐亮指导那样，能够爬上3米5的高台，在那上面看孩子们比赛，并且记录，并且现场能够教孩子。我要是身边，或者你的身边是杨晨、杨征和徐亮，包括周宁指导，每周来2次，教孩子们长传，教孩子们中场的控制，没有报酬。所以请你们不要认为足球小将只是我懂路，不是，我一个人干不了今天。虽然我承认没有我没有足球小将，但是我知道光有我也不可能有足球小将，恰恰是身边我能够感受到的最阳光的部分，最积极的人，最有公心的人，最有情怀的人，他们也许在某些场合上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云集在小将身边的时候，他们成为了这样的人。
这就够了，谁也不完美。只是说我们在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人表现出了什么，就够了。就够了。所以我愿意相信啊，这个体教结合，体教结合，还有这次这个这个所谓通知啊，能够成为啊中国这个青少年足球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啊。我期待着未来在足校里边的孩子能够彬彬有礼，能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能够有正常的学习文化生活啊。我也希望将来在学校里边这些优秀的有天赋的孩子，他们能够接受更专业的更系统的训练，并且能够在统一的平台上去跟这些职业体系下的孩子去比啊，去比赛啊，去交流啊，去比学敢帮，敢帮超。所以将来一个国家队一定是这样的，第一，它涵盖着很多大城市的孩子，也有朴实的农村孩子，他既有从学校校园里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啊，这个有头脑型的这个球员，也有从职业梯队里经过严寒酷暑啊，数九寒天三伏啊，苦练出来的那样的拥有着强悍身体的勇猛精神的这个职业梯队的孩子，只有这样能够攒在一起，他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青少年，不论是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他的球商，还是他的身体，还是他的运动能力，都是杰出代表的集大成，这才是真正的能够符合于现代足球的发展，也能够踢出中国人的这个特色和风格的这么一个基础。否则的话，要不就梯队里边的千篇一律毫无特点，要么就是校园里边出来的啊，这个就是弱不禁风啊，这个毫无斗志，没有用，还得结合。所以在这个结合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想象，就是说校园里边肯定出人没有职业队多，这是100%的，但是你别忘了，有可能就像一条船上，那么白人一定比黑人少，对吧？一条大船出海，船上的白人一定比黑人少，但是白人所在的岗位可能是重要的岗位，船长、大副啊、司机长，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说光有船长船不动，光有水手船也不动，所以真正要解决的其实就是一个融合的问题，真的是融合的问题。中国人讲究和，真的是一个融合的问题。这种融合不仅是一个和气，而是还有一个是风格的融合，是这个不同啊，这个就是叫做殊途同归的这样一种融合。实际上是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的发现、培养啊、选拔的这种机制。但是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人，我们真的是需要找到一些人。所以当如果有一天说吴老这样的人、谢波这样的人、这种纯粹的、比较纯粹的人，包括蒋雨龙这样的，他们能够更大面积的出现，或者是他们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听说蒋雨龙升官了，他们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并且但是不能变质啊，因为也可能有很多人最开始也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呢随着位置地位的一变，最后也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我操，怎么这都一直都不动啊？不是我这个
一直显示着只说了14分54秒，我是不是白说了？我操，我这么慷慨激昂的一段白说了，没有人呐，没动啊。我这一直在定格在14分54秒，它不动啊。20.3万，是它，我操。正常是吗？哦。哦，正常。哦，正常是吧？哦，那就行。哦，不是我，你看又有人说我是故意的。我看这个微博上，我发一个，你要说我故意的那些人，你看我这个完了你就打脸吧。看着啊，11:39，你老说我是故意的，你说你们这帮人他妈。我这辈子最累的事儿就是我说我吃了一碗凉粉，但他妈总有一帮傻逼就非说我吃两碗凉粉，对吧？他认为我这是故意的。我发微博了，你看我这个截图好吗？行吗 ？Fuck！ 来，刚才说我那故意那个，什么穿着保护色。你过来看看，你看我是不是故意的？来，你要说照片，你有可能是吗？我给你录像，你看它这些数字变不变？来看着啊，我给你录了啊，11:40吧，下面那个是不是14分54秒，对吗？然后这上面这个数据是不是20.3万，对吗？下面的弹幕是不是不动？是不是不动吧？我是不是在动？他是不是在不动？是吗？人活着真他妈难。我发微博了啊！来看着啊，我给你录了啊，11:40吧。下面那个是不是14分54秒？对吗？然后这上面这个数据是不是20.3万？对吗？下面的弹幕是不是不动？是不是不动吧？我是不是在动？他是不是在不动？是吗？来看着啊！真的，人活着特别累。他告诉你，你故意的。好了，今儿就到这了，我得休息了啊！我休息了。但我觉得刚才那段讲的还可以，你觉得是不是讲的还可以？皮尔洛我都讲完了。行了，我都发了，大家看见啊，你看看我这都发了。行了，到这儿了，拜拜。